毕业于南京体育学院运动系运动训练专业，现为东南大学体育系硕士研究生。张宇飞部分受到其母亲的鼓励与影响，他三岁时开始学习游泳，在他刚学游泳时，他的母亲担任他的教练。一两年后，他开始在江苏游泳队接受专业训练，并在后来打破了他所在年龄级别的多项纪录。14岁时，他参加了2012年游泳世界杯北京站的比赛，在200公尺蝶式项目上，他爆冷击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冠军刘子歌。张宇飞在国际赛场上的第一次亮相是在南京举办的2014年青年奥运会上，在比赛期间他共获得三金二银共五枚奖牌。首先他在女子四乘号100公尺混合式接力决赛上携手队友以4立方分秒58的破世界青少年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。在同一天晚上，他在200公尺蝶式上游出2分8秒22，这一成绩比金牌选手匈牙利的西拉吉尼利安娜慢了近2秒。在女子四乘号100公尺自由式接力中，张宇飞又联同队友以3分41秒19获得金牌。在8月22日的100公尺蝶式决赛上，他又以57秒95的成绩再次不敌西拉吉尼利安娜获得银牌。尽管失去了夺取个人项目金牌的机会，他后来又和队友李广元、何温和余何新参加混合四乘号100公尺混合式接力的决赛，并以3分49秒33的成绩再次夺得一枚金牌。一个月后，在韩国仁川举办的亚运会上，他又和队友在女子四乘号100公尺自由式接力决赛中游出3分37秒25，获得金牌。同年12月，他又在卡达多哈举行的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上获得400公尺自由式铜牌。2015年8月，在俄罗斯喀山举办的世界游泳锦标赛第五天的比赛当中，张宇飞在40分钟内获得了两枚铜牌。首先，他在200公尺蝶式上游出了2分6秒51，打破了世界青少年纪录并获得了一枚铜牌。40分钟之后，他又与队友邱玉涵、郭君君和沈铎在女子四乘号200公尺自由式接力上以7分49秒10的成绩为中国队再夺得一枚铜牌。2016年8月，张宇飞前往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第31届夏季奥运。他在唯一参加的项目女子200公尺蝶式上以2分7秒40的成绩排名第六。同年12月，他第二次参加短池游泳世锦赛，获得女子200公尺蝶式的铜牌。2017年，张宇飞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游泳锦标赛期间，联同队友徐嘉余、严子贝和朱梦蔚在混合四乘号100公尺混合式接力项目上获得铜牌。2018年8月，他在印尼雅加达亚洲运动会上收获两枚金牌和一枚银牌。两枚金牌来自女子200公尺蝶式和混合四乘号100公尺混合式接力，银牌则来自于100公尺蝶式。同年12月，他联同队友在杭州举办的短池游泳世锦赛上摘得女子四乘号100混合式接力银牌，这是他个人的首枚短池世锦赛接力奖牌。2020年9月29日，在2020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暨东京奥运达标赛上，张宇飞以55秒62的成绩打破女子100公尺蝶式亚洲纪录。10月1日，张宇飞联同徐嘉余、严子贝和杨俊宣代表苏俄捷鲁联队以3分38秒41的成绩，打破美国队2017年创造的混合四乘号100公尺混合式世界纪录。2021年7月，他随中国游泳队参加2020东京奥运会。7月26日，在东京奥运会女子100公尺蝶式决赛中，张宇飞夺得女子100公尺蝶式银牌。7月29日，以2分03秒86的成绩获得女子200公尺蝶式金牌并刷新奥运会纪录。稍后他又联同队友杨俊宣、
汤姆咸、李冰洁出战女子四乘号200公尺自由式接力，结果以7:40.33的破世界纪录成绩夺得该项目冠军。7月31日，和队友徐嘉余、严子贝、杨俊尊出赛混合四乘号100公尺混合式接力，获得银牌。2022年5月3日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。2023年7月24日，张雨霏在2023年福冈世界游泳锦标赛上夺得女子100公尺蝶式金牌。2023年9月在杭州亚运会游泳比赛上，张雨霏以6枚金牌的成绩收官。期间她出现咽痛、发热等症状，在9月28日仍带病坚持参加女子50公尺自由式比赛，最终以24:26的成绩获得冠军，并创造新的亚运会纪录。29日，张雨霏获得女子50公尺蝶式冠军，日本选手池冈梨花子获得季军。在颁奖台上，张雨霏和池冈梨花子哭泣着拥抱的场面被媒体报道，也达成了张雨霏与池冈在2020东京奥运会上所提出的重逢约定。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，张雨霏共获得1枚银牌、5枚铜牌，张雨霏累计获得10枚奥运奖牌，超越孙杨的6枚，成为奥运奖牌最多的中国游泳运动员。观所看到的内容，请务必订阅我的频道，以随时了解我的所有最新内容。我有各种播放列表，涵盖广泛的主题，因此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的内容。透过订阅，你将第一个知道新影片何时发布。